宁可图花。那图花，修秒效果，点一张咖啡色的，咖啡色的上手，图花效果，图花效果，图花，图花抽到一只咖啡色的，咖啡色效果，抓一张。这边要想一下，有点痛。通招这个嘛，但我们可以拿别支，我们可以先拿绿宝石。先拿黄色的，它会中断。啊！来挂台了，哎。这里捡一下。然后Link 三黄神鸟嘛，就是抓这个。黄色的我有了，所以没关系，可以拿这只。人最棒的点是图花送物效果，抽一张，然后还一张，你可以把神像放回去，多赚一张牌。原本是那边一加一拿，我看一下，一加一拿魔法卡，小王上手，然后特招绿宝石，然后绿宝石效果，复活墓地的一张，超亮，然后墓地这个效果，可是我要抓的都已经在场上了，那还要给他拿吗？未来龙皇，咻！但是我的回合还没有结束，啊，完了，要站着，中计，靠背还按错。我刚才瞧位置，算了，等他结束，这样少填一个素材。这边要站着，然后还要把一个素材填回来。我刚刚那个脚放在椅子上，然后动到我的手，然后他就按到右键，超好笑。然后这边就投降了，感觉 RP 都可以存一存、欸，因为我发现用 RP 做影片超方便，还不用开 BGM。回应主播的154抽，赞啦！谢谢九个月，等我哪天有钱了，我们再抽100抽。回应主播的154抽。他这边如果丢狙的话最好。
这边买一个兔子，然后兔子效果再买一张，买鸟，鸟的效果减一张。他这一串的目的是为了堆木。像这边我手上有震荡的话，我就不用选四了，我可以选二。对，这边丢去最好，我回他。他这边应该是断不了我，因为他手上他有木子的话，这回合不能丢，因为是我的回合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互防到了。然后目标选择二，跳土花，然后土花效果特招一张，鸟鸟，鸟鸟效果一带一，你看这边想一下，我记得是拿这张嘛，那下一个动点是黄色的，所以我们拿黄色的。OK。嗯，这里好像怪怪的。我刚怎么做的？哦，通招 Link 哦，对，通招超亮。打到都已经那个失智了。这边选一个枷锁。黄色有了，绿宝石可以抓，还有另外一张可以抓。等一下的话会拿绿宝石，对，绿宝石。然后这边先把我们的 Link 做完。然后图画效果可以看一抽一。量效果加600，摆个素材，然后再拿一张，这边可以拿这个吧，因为主要这只只能靠这招拿，哦，发这边效果，拿这张上手，然后特招，然后特招玩绿宝石效果。然后带一个黑卡上来，然后墓地这个效果，给一颗素材，然后发效果，把一颗素材，然后再抓一张黄色，后面可以做事。站着，然后发动这个效果，然后可以从墓地里面吸一张素材，啊，吸重复的。那结束阶段的时候，王神鸟效果跳一个风姐姐像躺着。OK， 那这边是我们最终大阵，这才是对的。暴走魔法阵，他会拿一张渣男，然后通招渣男，通招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干过来。
是无效效果。那如果在场上的话，可以抢控制权。算一下攻击力，3000、6000、8000，升级。哦，那可以炸一张哦。我记得他是买，从一叉去买一张牌，然后可以炸一张。如果是买旧神的话，可以再炸第二张。天庭号可以叫第二台，那就完。那我就三次 LL 啊，然后三台天庭号，你就别玩了。听起来很白痴。DC 打金号 DC， 买兔子，然后兔子效果买鸟，然后鸟的效果再拿一张犀牛，犀牛效果。然后发动对象四，叫凶鸟。对面如果有陨石，那就没得打。你只能祈祷对面不会挂，因为我看不了。然后这个不要发，这个不要发，我们刚就傻逼发了。刚刚就按到，就突然会失智吼。然后拿咖啡色的，这边要抓这张，然后通招点会用掉，然后这边会一加一，杀了，因为它是非指定嘛，所以你只能选。这边想一下，应该会装黄色，抓黄色，然后这边另刻，然后黄色叫一只拿绿宝石，黄色叫一只拿绿宝石 ，OK。先可以换牌，土花圣木效果，抽一换一。然后可以把龙龙卷换掉，换红色重启。OK， 那这边再发复活墓地的这张上手，然后特招，然后这边拿一张魔法卡，然后底下是拿来特招绿宝石的。所以这款游戏有点像在背公式，就是你哪个点断掉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个妥协阵。反正后面真的，然后练很状况太多了，然后你就可以上背边干嘛了。好，发这个，然后拿燕子，我效果没有发动过，上手，然后他会特招另外一张，选四。然后绿宝石效果再特招，刚加入哦，我会想说黄金青，但是他有点反社会，因为他很便宜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，因为对面会讨厌你。
好，有鸟兽族的时候呢，发效果一带一，一张、两张，这边做一张风的，可以忐忑早点的。那我怎么觉得做，带峡谷巨鹰比较强啊？这样玩下来。或者都带，但都带会很卡。好，我演完了。结束回合的时候，拿一张风神像躺着。好，演完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星空大阵，然后他的大阵只要一手就可以做出来，就是轮马怪。他就一卡，然后牵全身，有这张就可以做这个，但是要做很久。然后这时候灰流，这个大概只有黄金青还有龙女仆有放。那我们有盖一张重启嘛，所以几乎就赢了。他这边会送木，然后对象选一只，他应该会选这缸，然后我们就用未来龙皇去扛。他是无效怪兽效果，如果在场上的话会偷过来，而且不用还，重点是不用还。如果这个游戏有语音的话，当对手发陷阱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发这张，然后用语音嘲讽：“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的魔法会撕裂。”“你好。”这个是他可以填一颗素材回来，是可以填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拿真泽鸡扁他。哎，真泽鸡为什么可以叫？哦，特招哦，哦没事，那可以通招。那我拿鸡扁他。蟑螂，你的手阵来了，开扁。啊，哎呀，这边是激流杖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。啊！激流杖啊！也有神卷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还没输，我们只把通招点用掉了，还没输。有种你再做一颗激流杖，我就认了。我的奇特也没了嘛，犀牛也没了嘛。哎、欸，犀牛哦，在这里看到。发动效果，对象。
欸、对，要拿麻辣魔法的啊，没错没错没错，你说的没错，但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啊，这样子一带一，一带路。有种你在急流章，我就没办法。哇靠，有这神拳，那就近战界。对方人就没。哦，是黄金青啊，那我可以抽一张了。为什么会打成这样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这样？兄弟，你人没了。好，等一下他盖一张，我们就做事。做做效果嘛。他会买一张嘛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把它清掉就好。如果他的代价消失，哎、欸，没办法阻止。就要盖完的瞬间，我不能做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完蛋，他会两手送木啊啊！我以为是他盖回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做连锁。哎、欸，其实他两手送木比较强哎。哦，还好还好，还好他做错了。哦，要开按哦，哦，有个自由时机点，盖的时候有没有事？有，okay, 他失误，他应该要两手送木的，他不该跟我换。嘿、okay ，黄金星他有抗性，但是他是全场送木，所以抗性无关。有封神像在的话，不能叫，不能特招，那可以通招，你可以用通招。来，这场我要存起来，它是一个怎么说错误的范本。哎，我这大战了，哎，我好强，哎，我怎么输了？哎呀，死卡就不会这样玩，死卡就正安安全全的，平平安安的。这里要想一下，因为我这边只有一个通招，然后 Link 一，然后买一张拿人马过来，或者是直接拿奇特也可以。现在问题点是我这边拿一张就没有后续的动点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通招 LL 那只的话是有鸟兽族就可以特招，是不是？可是要带人，但我没有人。想想，这边只能 Link 一堆木了吧？
欸，我看一下，通招，然后哪一只埋木？我知道 ，Link 二，然后做图花，图花效果是吗？算了，先做。就会拿犀牛吧，然后犀牛看底下有没有东西买。犀牛是丢任意手吗？还是丢鸟兽族啊？舍鸟兽族一手 ，OK。加手。我这边不能做土花，麻烦。看一下，我发效果做土花，然后 Link 三王神鸟，应该这样吧？然后土花可以绿一张牌。欸，不能做图，不能做 R3 欸。哎，干，兔子不能做，烂。所以兔子刚刚要解放掉，是不是？还是我这边可以解放兔子，然后2+2+1。啊，没有鸟兽组，完蛋。就做会计吧。银弹。然后，欸，这边动点来了，各位。哇什么？完了，没动点。那地狱的暴走召唤感觉可以弄后面的东西。我们赌一下好了。等一下无效也是效果，老送木男人马怪还可以动。嗯，就只能这样了。我忘了他要怎么复活对方、啊。对手回合的时候呢，可以复活一只手牌或墓地的四星以下的怪兽。干，没有，都在这里呀、啊。原来兔子不能当素材哦，第一次知道。可是猫康他都把焦兔当素材。那这样违反誓约吗？噔噔！哦，猫康口胡找到，这只怪没有写效果，但它可以特招。沉思天使 ，What？ 没关系，他进战阶打过来的时候有事。思考，我直接 ，Yes， 宝贝。哇哇哇哇！来呀、啊！哇，你想干嘛？不给！哎、欸，要白金一了，走一把。来，先攻，先攻，先攻！冠军赛就是要先攻。哎，今天的目标达成喽！完蛋，手牌有个烂。等一下，绿宝石可以随便拉吗？限定 LL， 干。但绿宝石可以特招，然后再通招。
OK， 所以结论是还是可以做的，他可以特招老不发嘛。好，上手规则特招有事吗？ OK， 那通招有事吗？那这边会等一下选总选，这边可以一加一，然后买一张，然后哪一张跟马怪，然后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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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边我先慢慢做，可能会可能不是最优解，如果不是的话再跟我说。好，这边第一个效果不发，第二个效果的话，移出超量素材一颗，然后拿一张黄色的，拿黄色的 ，OK， 黄色上手。然后送木效果发动，我们可以抓犀牛。犀牛，啊，素材一二有二，我们可以用二叫出来，然后塞那个图花，或弹手也可以。接下来，我想要换牌，所以我这边做图花，然后再鸟兽族一加二，然后跳王神鸟。我有放雨石，有我有放雨石，所以我这边很敢做。我应该会换校分吧。人马怪可以多买一张，下回合的重点，所以我这边把校分送回去。那这边就盖一盖二换对手，然后效果发动，躺着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康康镇，有机会这个王神鸟直接把对方推死。闪电风暴，完蛋！你怎么又有啊？我没有放啊！哎呀，还好啦，一只而已啊。但这个没有解掉，我觉得就可以接受。那下一特我们再做刚刚的 combo。那只要有办法做到一加一的话，应该就赢了。黄金贵，要不要放闪电风暴了？怎么办？雷龙，雷龙，他这个的话除外拿一张手牌，那等一下就要看有没有墓地起跳的效果。他不能特招，所以他只能通招。可是雷龙，哦，他的狗没有上来的话，那还有机会。哦耶！哦哦，哇，太棒了！谢谢你，宝贝，我爱你，我好爱你哦。你怎么那么棒？怎么会遇到这种局？升阶啦 ，freaking！ 哎呀，终于把它截图，终于白金一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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